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方法？你整人是你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你不是说不能选择，你是可以选择，你选择了恶，魔鬼就进入到你的身体，在你身上做主。你选择了善，你可能要经历一些磨难，但是你会实现真正的自由跟解放。所以说这本书的第三个亮点，就谈到了这个你的战队问题，在这个纷纷扰扰的这个世界上，你怎么战队？这点对我感触很深。那么第四个亮点，他提出了这个共产主义能不能实现的问题。共产主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提出了这么个问题。那么对这个问题，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实际上都已经找到答案了。这个答案来自我们的书本。我们都是经过高考的人，对政治应该是滚瓜烂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共产主义的很重要的两个特征，第一，物资极大的丰富，人们可以按需分配，你需要什么你就可以分配到什么，第二个，人们的道德水平极大的提高，基本上就是接近于神，这是两个很重要的特征。但是我认为这两点他都做不到，所以说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什么说他这两点做不到？第一点，我们谈一下关于按需分配的问题。按需分配的前提是物质极大的丰富，你要什么有什么，要汽车有汽车，要手表有手表，要电脑有电脑，要房子有房子，这个概念很吸引人，但是不可能实现。不可能实现的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就知道，我们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口在不断的暴涨，这个资源跟人口这个相除一下，我们就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所能够占有的资源将会越来越少。我们知道石油是有限的，煤炭是有限的，水是有限的，都经不起人家挥霍，到了最后这些有限的东西将要消耗殆尽。那么你这些资源消耗殆尽的时候，你如何制造出那么多的商品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说这是一个乌托邦的概念，不存在的概念，不可能按需这个分配，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他讲了道德上的这种极大的提高，他这一切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一个性善论的基础上。他认为每个人出生出来都是善的，变坏了是由于环境造成的，变好了也是教育的结果。但是我根本不认同他这一种说法，人本身就是性恶的，这个概念刚刚讲出来很多人都不相信。我相信很多生过孩子的这个当父亲当母亲的人可能会有所体会，我们的孩子并不是一出生下来就是那么善的，并不是。那么对于一些未婚育的这些年轻人，可能谈这个问题可能不一定会理解，那我们早年也不理解，那么现在我们很理解。人不是性善，人本身带有原罪，
一出生下来就是贪婪。那么有限的物质，再加上人性当中这些贪婪，你有可能做到按需分配吗？这也是我前面谈的，任何一个人在权力不受约束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一些欲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对金钱的要求，对女色的要求等等，他可以做到挥霍无度。所以说这个两个方面上看要实现这个目的是根本不可能，它仅仅就是一个乌托邦或者就是说就是一个幌子，用来欺骗人的幌子。那么共产党实际上欺骗人是已经欺骗惯了，他张口就欺骗人从他建政之初，从他成立开始的第一天就在欺骗人当年为了号召这个农民起来跟着他干他提出的这个打土豪分田地这个口号认为你打了土豪以后每个人都有田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合作化运动把分到的田就收回去了。那么即使到了现在，农民有了一些农地，国家说要把你拆这个收走就收走，说要把你的房子拆迁就拆迁，这个用不着我们多举很多例子为了让这个老百姓充当他的炮灰，在打长沙的时候就提出这么一个口号，打到长沙去，每个人一个城里的姨婆以一种色跟性去引诱这些老百姓这些农民跟他一起去犯罪。但是真的打到长沙以后，有些命丧，连命都没有了，还谈到还能够收到什么姨婆不姨婆的，有的即使捡了一条命队伍一声号令又转战到其他地方。所以一切都是骗局我们念初中的时候当时就提出一个口号，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实现完以后又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发现到现在为止有些物质上是逐步现代化，但是人并没有自由，人并没有得到幸福，穷人得不到幸福，富人也得不到幸福，当兵的得不到幸福，当官的也得不到幸福，穷人挣扎在生死线上，富人的财富可以一夜之间让你变成了穷光蛋我在监狱里面接触了那么多年，我周边的这些富人官员这比比皆是，以及我最后流落到海外的时候，我也大量接触了中国的这些官员以及这些富人，都没有安全感。财富是分布，但是谁能得到幸福？按道理，随着财富的这种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应该进一步的加强，但是一切都是相反，人们并没有得到这种幸福。所以一切都是骗人的，骗就是假的化身，虚假的化身，虚假的表现形式就是骗，依靠骗的手段把人带往犯罪。如果你没有一种这个良知在自己的心里，没有持守着自己的一份良知，就很容易被他骗了上当
这是我讲的这个，我感觉啊这本书的几个亮点啊，在这里就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行，可以先到。好啊，那咱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结束好吗？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咱们也可能是呢，这个一家之言了，也不代表这个哪一方面啊。也希望呢，我们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谈论呢，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也想听听各位对这个《共产主义终极目的》呢哈，这本书呢，还有其他的哪些的评论哈，也希望能我们能看到。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